录个到高了，然后录么个对么一下。刚好有几把琴是要送到国外去的，想说也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在做口簧琴，像这个铜片单簧的口簧琴，我会定在什么音？像我的话，我会在它的频率上会定在432赫兹，然后我会定在 E 呀，或者是在 F 的音，然后像它的声音就是这样子。这一把是定在 F，对。然后像我们在吹的时候，其实我常跟就是有学过的人啊，可能是学员啊，或是学生啊，都会跟他们说，我们做出口簧琴跟把口簧琴做好是一回事，然后再吹出声音跟能吹出鼓调也是一回事。但是其实没办法，就是我一下子我全部什么都会，就不用急，慢慢来比较快。然后像我们来吹吹看这一首，就来自大兴村雅基笔袋的歌，这是工作完毕之后，然后在部落大家一起烤火，好开心的歌。通常听到这个原版，他在吹这首歌是用竹片单簧，然后这是我是用铜片单簧来吹奏。然后也许有些人会疑问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的这些音啊是怎么吹出来？”其实它就只有一个音而已，单簧只有一个音。然后你刚刚可能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，它其实是音高，对，是音高，所以这是用口腔去变换，然后至于怎么去变换，我们就看下次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就再录个影片，然后再教大家如何去吹奏不一样的音，利用口腔，利用老人家的方法，用口腔来去做变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